来到日轮乡农会家境班的教学，已经明显感受到年节的气氛了。日轮乡农会在每年农历春节之前，拢举办茶会跟食，真受到婆婆妈妈的喜爱。哦，这部电就是要让咱的家政班员哈，可以再增加他们的手艺呀，哈，说可以平时都可以把家里布置得很漂亮。农会茶会更是肯定，一旦恭喜年年举办，年年大受欢迎。农会用心，帮我嘛真肯定。我大概嘛来参加，大概啊，大概拢有来参加。哎、欸，我这插这桂林花啊，桂林花插起来，哦，农会给咱办的呢哦，哦，咱大家过年拢这哦真欢喜啊呢，才有这个气氛啦、啊。觉得很好啊，就是为生活多一点乐趣。对，而且又快过年了。另外，好北店又搁加了一个新的景观咯。好北区大学边的路桥过去是打满了各种广告，金融公司和好北区大学双方合作，这么环境已经变化了。我们最主要是要来整理整顿这个环境啊，同时呢，让我们这个公专路桥啊，能够回复到啊原先五科大同学的一个通学步道，同时这个通学步道呢，也是大家喜欢再回来的一个人本行人通道空间。让这个通道空间呢，未来啊有更大的创意啊，跟这个美化的理想哈。今麦路桥顶头围了一千多只虎鲸，远远看是各种色彩，但是详细看每一只虎都无同。这是由湖林国小、大乐国小、一个安庆国小这三间好小朋友的作品。那我们把这些小老虎收集起来呢，把它集合在我们的千虎桥上面。那千虎桥的这个名字顾名思义，就是集合很多只。一千只以上的这样子的小老虎，然后让就是在地的小朋友，他们对于自己的故乡其实会有更多的一些回忆。那我们也让云林周边的国小来参与。今麦这座路桥有一个真好听的名称，叫做千虎桥，除了是艺术的典型以外，也是好为环境美化的一项成就。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。